他们已经盯上我了，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回国。这是我个人的研究资料。我按照我们约好的方式加密，只有你我才能看懂。记住，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，绝不能交给任何人，更不要翻译。 先生是第一次来香港，您是来这边会朋友？不，我是来这边公干的。香槟再好，不如家乡的女儿红好。德月楼还有生煎包卖吗？德月楼换地方了，水生记的灌汤包，要不要尝尝？ 我是叶夏，专程来香港接您的。季先生，你是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，漂洋过海回到香港，您的这份爱国之心，我们非常钦佩。今天在码头你也看见了，有人对你图谋不轨。你看，其实这儿也是危机重重。8:30，到达酒店大堂酒吧。 季先生，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。你后面看报纸的人，他一直在盯着你。还有那边，举着酒杯的人，从我进来，他们两个一杯酒都没喝。还有吧台那些人，全部都有问题。相信我，只有我们紧密合作，才能尽快顺利回到内地。 先生，喝一杯吗？或者，可以请你跳支舞。抱歉，你来晚了。他有舞伴。季先生，我们走。 你很清楚你包里的东西有多重要，为什么码头有两伙人都在接你，你的行踪、你的接头方式，一切都已经暴露了。季先生，别再犹豫了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我都会保护你。走。 我们去哪儿啊？ 音乐还没停，怎么不跳了？女士，你挡住我们的路了，是吗？去哪儿啊？反正不是去你那边。不管去哪儿，我相信季先生，总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路，对吗？你知道我？当然，季先生。 我是来接你的人。我很好奇，你们台湾是没人了吗？居然会派你这种人来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拿到情报的？
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啊，我们在外国的中间人为什么会出事？这么说你们动了我们中间人，难怪我们的行动会暴露。你们把安文山先生怎么样了？你还真是会贼喊捉贼，季先生，我希望你看清楚现在的局势。你听着，不管你们有多少人，今天谁敢拦着季先生，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。小姐，能请你一起喝杯酒吗？不打扰二位的美好时光了。再见，季先生。来吧，跟我走。咱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先到我的房间。我师兄是不是真的出事了？已经很明确了，安文山先生被他们控制了。季先生，您别太紧张了，放松点，先喝点水。来，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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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住。这个笔记本在踏上祖国土地之前绝不能交给任何人。季先生，这中间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？什么问题？我想您确认一下资料的安全。这只是一本黄页，我怕特务万一抢到包，这么做起码会拖延一些时间。季先生，您做的对。那资料现在在哪儿？安全吗？你这么关心资料啊？季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份资料比你我的性命更重要。保护资料我更擅长。把资料放在我这也一定更安全，因为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你身上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资料安全送回的。对不起，我现在脑子有点乱。能理解。把资料拿出来，我带你离开这儿，我们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。在水池下面的柜子里。等我。Thank you.
我带你走。你放开我！得罪了季专家。季专家，我希望你能配合我。